性感舞者邱秉性老师。精彩的演出，秉性老师请留步，我们先跟大家聊几句，然后我们就会进入接下来的抽奖活动。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真理 Truth， 只差别在于你有没有用力的把你的真理表达出来，就是 like Tupac Michael Jackson 任何已过世的伟人。所以不要在乎所有人在你生命中对你做的拉扯，你只记得往前冲就好了。谢谢大家。帅，再给邱秉性老师一个
热烈的掌声。好的，刚刚你们的这个邀卡我都已经拿在手上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有人想补交的吗？告诉你，没办法。好 ，OK， 我们马上就来进行这个抽奖活动。在抽奖活动之前呢，我们先请来两位小助手。第一个请到的就是深受广大女性粉丝喜欢的，哎呦，自己出来。OK， 请来两位小助手。OK， 先给大家看一下袋子里面，这个是完全空空的，完全空空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先把这个邀卡丢进去。呜，好 ，OK， 都丢进去了。接下来我们第二步，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赠品是什么。好，第一个我们送，邱慧欣老师要不要介绍一下？这个呢，就是 MA1， 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比较特别，这是绿色的 MA1。这天气不太适合哦。这是 Nike SB 的袜，什么叫 SB 呢？不要以后人家去店里面跟人家乱说，你有球员卖 SB 吗？ SB 就是 skateboarding， 就是滑板的意思， Nike 的一个滑板的副牌的袜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先决定第一个礼物是什么，第一个奖品是什么。毕兴老师，第一个奖品我们决定今天送出黑色的，好，一般的 MA1。 OK， 好，我马上就要抽出第一个人。安安今天有点太帅，黄什么？我已经哦，这写这样。什么什么二黄什么什么？黄义军吗？好，黄义军二。谁写安安今天有点太帅？哇，是你刚才跟我问一问，结果没有买的人。哦，恭喜你得到一件 MA1 教练外套，你现在穿上去就变 GD 了。好，OK， 好的，来，我们这边下台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就要抽第二个，老师，我们送什么？绿色的 MA1。哦，这个就比较厉害了，绿色的 MA1。学测就上林建伟。哇！不要被分数框架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价值不是用分数决定的。好，接下来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老师我们就要抽第三个礼物了，还有两个。哦，还有一个老师没有介绍到，这个就是Puma的头戴，Puma的。OK， 好，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。来，下一位，庄子贤，他写，别。哎，按不上来哦。走了 ，OK， 拜拜。那我们再抽出一个，希望我能成为我所期待的那样子的人，罗子婷。那好像在金马奖颁奖，有吗？也没有，罗子婷。在上面吗？哦，有刘子婷，白兰哥有纸啊，白兰哥有纸，看看那边有啊。子婷在吗？哦，看到子婷了，这是子婷吗？嗨，这是上一个抽到庄子贤。哇，那不然你们两个一人讲个笑话，看谁比较好笑。你先讲，什么动物最色？把
答案是吴尔雄，因为他每天都抱着树干。小明去麦当劳买一个无限薯条，就给他一个有颜的，他就跑去柜台问，店员跟他说怎么样，无颜吧。这不在于好不好笑，在于勇气的展现。恭喜大家，还是你有什么要加分的？你再讲一个超好笑，这个就给你。好，那你愿意给他吗？愿意让给他吗？好，那你加个 FB 认识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再抽一位。这个是送 SB Watts， 青春为我停留 ，Sophia Liu。拍个照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请邱佩欣老师为大家带来几句。刚才这首歌是 Lloyd 做的，这首歌叫做 South Side。你们要听音乐好吗？不要只听 popping 歌、locking 歌、hip hop 歌，这些歌都是音乐。谢谢大家。Yeah， 那我们再次谢谢邱佩欣老师。